新冠疫情袭扰过后的武陵山区复归春意与活力，唯有山谷里的彩虹蜂场充满惆怅和绝望。阿文的甜蜜童话正在以一种最美丽的方式死去，这种结局似在意料之外，也在意料之中。毕竟飘在空中的仙女，即便是北大的，也照样有坠落的风险。就是因为没得技术不到位嘛，然后现在蜂场上一群蜂都没得了，然后就损失了。不懂。想要做好一件事情，光有一腔热血肯定是不得行的，你必须要懂那个技术。你懂了技术，那个事情才有可能成功。现在都是我不懂技术，都开始来做那个事情，现在都以失败而告终，还是现在也不晓得啷办。那些日子，我们的制片人也想挖个大坑，把导演卖掉。那段时间，山谷里的议论很直白，不敢说的了。我说哪个不是说啊？你姓陈的吗？我妈妈都姓陈。啊，他那儿学历拿到社会上了，他爷爷来说，社会上的爷爷跟学历啷个说来说，他都只有，就跟他那些农村老大妈割草一样的，可能那些农村他老些那种学历跟人家割草的比起来的话，他比别个老大妈割草都低不到。接下来的两三天，我们已无心关注阿文在干啥，因为预算已经见底，就算还有继续这样的项目，意义何在呢？第四天一大早，阿文咬着牙关告诉我，既然无路可退，就只能挣扎前行，他要重新开始。接了一下，还是技术不行。莫为山有个高手，可能只有他才救得到我了。跟随阿文去往莫为山的途中，我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。创业路上怎么可能没有悬崖和大坑？或许阿文的故事和我的记录才刚刚开始。这个下雨天戴草帽的人姓魏，是魔尾山上文武社区武社的社长。他说下雨天没事儿，就来到蜂场上思考一下关于武社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问题。魏社长很谦虚，他说当地人都称他魏队长，让我们叫他老魏就好了。你们吃饭没到？是。老魏把阿文带到养蜂高人的住处，就悄悄溜走了。他说他是高人的朋友，如果不是担心错过合作机会，他绝对不会带路。
修的一点。我看你完全修完了嘛。我的钱了。嗯。这是要钱的吗？我来学习一下，想了解一下那个养蜂的那个，就是那些技术啊，还有一些他们其他的。春寒中的魔尾山很冷，这位隐居的世外高人鼻头很红，是那种肝肺火气很重的红。那你现在都到这里来了吗？啊。有没有养蜂？没有嘞。来到这里来干啥？回不了家呀。不来呀。行。那你现在想不想继续就是住啊？我打听了很多人都推荐到你，翻过了层的山才找到起那边。这位传说中的魔尾山隐士叫农七，重庆大族中峰世家第四代传人，排行第七。农七的老家在大族石刻所在的宝顶山下，毕生专注于中华蜜蜂。他说他在全亚洲养蜂界的江湖地位，基本相当于金庸笔下的丐帮帮主洪七公。武功很高，但已经习惯了没钱。农七说，他在宝顶山下经营合作社的时候，是重庆市劳动模范、致富带头人，也是全村老少口中的农七爷。5年前，因为垂涎魔尾山得天独厚的五辈子蜜源，企业扩张到武陵山区的彭水县。农期最辉煌的时候，蜂群上万，年产优质蜂蜜100多吨。也就是那一年，农期给一个朋友借款400多万，眼睛都没眨。一周之后，那个朋友进了监狱，他也没觉得有啥。对于农期来说，最致命的一击莫过于中国蜂蜜市场开始真假难辨，他的百吨优质五辈子蜂蜜只卖出了白菜价，一步坠入600万债务泥潭。我也没得现在市场上30块钱的蜂蜜哪还生产得出来，满市场都是现在。后来人们口中的七爷就变成了七娃子。而今的农七已经不做七爷好多年，当初的荣誉和辉煌早已看淡，他已经彻彻底底归隐了深山，因为他必须归隐。那地方开了个亚洲峰会。我是召集人，那儿是经过重庆市农委、重庆市人民政府发的，跟农业部打了报告去，这样才发起来的。那个实验室不单是全国，整个亚洲所有的顶级专家都来了那点儿，都来了那点儿的，开了一个关于蜂产业发展的一个大型论坛会，整个彭水的宾馆那些是全部是包完了的。相当于那个时候是你人生的顶峰。风光无限呐、啊！那都是以前了。这是农七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。从此，外面有好多人开始牵挂着七娃子的下落。得知阿文也欠着几十万，农七眼中燃起的光芒瞬间暗淡了好多。面对阿文的诚意相邀，农七很委婉，他说不是不想帮他，是那1万8块薪水根本不足以帮助他重出江湖，弄不好还会给阿文带来麻烦。
临别的时候，农妻特意告诉阿文，难道这么多人还有录像，此处已非亲近之地，我们一走他就要转移到新的地方继续隐居。